这两个是刚装完，看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，少装了两个提手，用户特意交代不要装提手。这个小盒子里边是两套改120伏的套件，大箱子里头是两个电源，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寄过来的，本来他想买套件自己改来着，后来工作上比较忙，所以说寄过来我这边让我帮忙代改，两台都要改成 2.4 英寸铝合金版的。铝合金的套件呢我这儿有，所以说不用他买了，和网上买一个价。通电测试了一下，两台输出电压都正常。接下来就是开壳改装，大家跟着音乐一起来看看吧。没有什么告诉你，对自由的向往，天塌星空的想法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心差难圆，盛开着永不凋零的莲花，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心差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想法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心差高远。